选手林玉婷11日取得压倒性胜利，拿下了巴黎奥运拳击女子57公斤金牌。虽然她深陷性别争议，被外国网友媒体持续攻击，但仍挺住压力夺冠，让全台民众感动不已。今日有网友挖出了林玉婷过往上节目的片段，其中两年前登上综艺节目时青涩腼腆的模样十分可爱。当时林玉婷登上节目宣传新北市全运会的活动期间，害羞表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帮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，如果没有喜欢的选手也可以帮自己加油，幽默话语逗笑众人。身为来宾的詹子晴马上表示会为林玉婷加油，纳豆也笑说从现在开始喜欢林玉婷。主持人阿 Ken 和安心雅则大喊喜欢你帮你加油，意外和11日全台民众的心声不谋而合。过去帮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加油打气、如果没有喜欢的选手的话也可以来帮我加油，没关系。现在开始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喜欢